七，十八祖姓张惠光，弼字奎生，号天然子，乃济公活佛化身，降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，山东济宁，于民国二年1913年的玉露祖授以真传，于民国五年承命铸露祖产阳一贯真传，复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奉天承运济十八代祖道脉，司掌道盘，而半收元普渡三曹，即非鸾以开化，假人言以传真，神人共产，拯救亿万性灵返回礼遇，其天命将延续万八年，为传道之名师。第六十四代张天然祖师，东土十八代。P 十七，十八祖姓张惠光，弼字奎生，号天然子，乃济公活佛化身，降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，山东济宁，于民国二年1913年的玉露祖授以真传，于民国五年承命铸露祖产阳一贯真传，复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奉天承运济十八代祖道脉，司掌道盘，而半收元普渡三曹，即非鸾以开化，假人言以传真，神人共产，拯救亿万性灵返回礼遇，其天命将延续万八年，为传道之名师。